请李总谈一下对台湾的印象，然后对赛事做一下寄语和祝福。我也有曾经到过台湾，台湾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，而且城市的秩序和民众的非常友好。那么我在台湾曾经有过非常愉快的经历，那我当然是希望在花莲这个地方，我也知道景色非常美，而且气候非常宜人，很适合跑步。我当然希望跑友能够充分地享受这个跑步，并且不仅仅去收获这170多公里的荣耀，而且能够收获属于你们自己的团队。谢谢。嗯，